不同年代的人过圣诞，七八十年代过圣诞节送你个苹果。圣诞节是什么节呀？为什么要送苹果呀？代表平平安安的意思。你也要附赠一件礼物给我哦。这苹果五分钱一个，这么贵，我平时都舍不得吃的。这节我还是不过了吧。你不想吃苹果了？我觉得这土豆也挺好吃的。就是00年代，妈，班里要办圣诞晚会，要交10块钱。这成天这节那节的，都是钱。再多10块钱零花呗，还要买2个苹果送朋友。这什么苹果，还要5块钱一个？这最丑啊，这叫平安果，漂亮吧？就你们的欠好挣，我这丑苹果2块钱一斤，多了去了，送这个就好了嘛。妈，你不懂。我看呀，就是你虚荣。现在，闺女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圣诞礼物啊。妈，我不过圣诞。20块钱的平安果，20块钱买个苹果，傻子就是你。听说啊，你不喜欢这个最新款圣诞护肤礼盒，口红、眼影、指甲。有睫毛膏、美瞳卸妆水粉底液，我没有啊。那这些我就勉为其难都脱下了啊。这妈送你的礼物都给你了，你的呢？我的什么？圣诞节要交换礼物呀。妈，我不过圣诞。反正我把那个袜子挂到床头了，你看着办吧啊。妈。